各位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道手筋题目。这道题目黑先如何救出三角形的三颗子，吃住左边的六颗白子？现在我们看到白棋三气，黑棋两气。黑棋要么逃出，要么长出气与之对杀。首先，我们看如果黑棋直接在这一带动手，顶是不成立的。白棋团住之后，黑棋只有两气。现在黑棋再弯下，白棋挡住即可。这一代黑棋再冲。 白棋再打，由于打吃的时候，白棋有在一路叫吃倒扑的手段，这样黑棋失败。即使黑棋立下，白棋跟着收住气，这一带打吃依然是倒扑，所以顶一个的下法首先排除掉。那么打吃在上方怎样呢？白棋粘住必然。接下来黑棋再弯出的时候，白棋贴下收气，黑棋再走，白棋贴住，这一带的打吃并没有办法使黑棋逃出。这两个点。 对白棋而言是建和的，所以这样黑棋也失败了。那么我们看第三条路，就是尖在此处，但如此一来，白棋在此叫吃，黑棋粘，白棋顺势粘住，黑棋始终只有两气，挡下被夹死。而如果长出，白棋搬，黑棋也没有应手，依然是长不出气了。所以看似这道题目直接动手，黑棋已经无计可施。但此时我们看到，一来。 这颗白子只有两气，这一代有叫吃的先手。二来，在这一类的守军题目当中，每一颗子都是有用的。中央的这颗黑子也有存在的价值。现在，黑棋第一手棋打吃在此处，是唯一的出路了。白棋粘住，但黑棋下一手棋如何行棋呢？粘的话没有任何的作用，又还原成了此前顶的变化。那么打吃也是一样，这颗打的黑子。 依然没有发挥作用，走这个加注，因此打完之后，黑棋正确下法是在上方尖出。那么这颗黑子到底有什么用呢？我们继续来欣赏。如果白棋此时团住打吃，黑棋一粘，现在我们看到上方的挡下和中央的冲出已经成为剑合，这样黑棋逃脱，白棋死掉。所以在黑棋尖的时候打吃这个不成立，同样。 打这个也不成立，黑棋粘先手。现在当黑棋向外爬出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先断一手的价值。白棋只有强行搬紧住黑棋气，但黑棋打吃先手，再打之后一粘。现在黑棋已经四气，白棋左边却长不出气来，这样白棋阵亡。既然白棋在这一带团打和急打都不成立，而白棋挡在此处，由于没有减少黑棋的气。 黑棋现在可以挡下。现在我们看到，你打这个我一粘，白棋只有两气，黑棋三气，白棋不行。打这个，同样黑棋粘住之后收气，上方白棋也不行。所以此时白棋只剩下最后两条抵抗的道路，一条是在上方二路爬，意图解救这两颗子，再与黑棋对杀。但黑棋长出之后，之前打的这颗子依旧发挥着作用。现在白棋依然不能打，否则黑棋粘先手长出。 黑棋扬长而去，白棋左边全部死掉，上方也无法做活，这样当然不行。那么白棋最强应对，现在只有扳住紧住黑棋气，但是黑棋这一长出，右边的长和下方的粘已经见合，这样黑棋也是成功的。所以上方二路爬同样不成立。白棋最后的抵抗也是最强抵抗，是此时直接挡住，不去打吃这一下撞气。粗看之下。 黑棋似乎极其危险，因为现在黑棋如果粘在此处，那么白棋可以在此贴住。黑棋如果冲下白旗挡，白棋挡还是倒扑。而现在如果黑棋叫吃，那么白棋挡住，直接就变成倒扑了。所以这个图似乎不行。但是黑棋也不会去傻到粘着一下去撞一气。同样，黑棋现在如果直接在这一带打吃，那么白棋一粘，黑棋走，白棋夹住即可，黑棋还是没有气。 挡这个和刚才的图大同小异，白棋打吃先手，黑棋一粘，白棋一粘，黑棋只有两气，所以看起来这一带黑棋逃不出。但是黑棋此前刻意保留的下法现在发挥了作用，打吃这边不成立，可是黑棋可以从左边打吃，白棋只好粘住，那么黑棋再一粘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打吃起到了撞紧白棋气的作用，从上方打黑棋逃出。 外围这颗子是引征，黑棋逃脱，而打吃在此处，黑棋顺势一长，白棋三颗子被杀死。所以本题的手筋打完之后，在上方尖是非常巧妙的手法，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，希望能对各位棋友有所帮助。感谢大家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